人，他是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的毒品搜索勤务。因为呢，在我们毒品搜索的过程中，因为找不到确切的毒品位置的来源，所以呢，我们出动我们台中市警犬队来做一个协勤。像平时像这种东西，就是我们在训练它用的一些饲料。那为什么要捏成这种形状？基本上就是为了方便训练用。因为像一般干的饲料，它太小颗，而且它容易撒得到处都是。你们是怎么制作的？这个我们就是先把它泡水之后，我们再用手去把它捏成我们想要的大小跟形状。